冰河世界僵尸争霸赛挑战正式开始，洞穴僵尸 VS 石桶僵尸。获胜的是石桶僵尸，石桶僵尸 VS 洞穴路障僵尸。获胜的是石桶僵尸，石桶僵尸 VS 洞穴旗帜僵尸。获胜的是石桶僵尸，石桶僵尸 VS 冰砖僵尸。获胜的是冰砖僵尸，冰砖僵尸 VS 猎人僵尸。获胜的是冰砖僵尸，冰砖僵尸 VS 雪人小鬼僵尸。获胜的是冰砖僵尸，冰砖僵尸 VS 渡渡鸟僵尸。获胜的是冰砖僵尸，冰砖僵尸 VS 雪居僵尸。获胜的是冰砖僵尸，冰砖僵尸 VS 冰友僵尸。获胜的是冰砖僵尸，冰砖僵尸 VS 滑雪僵尸。获胜的是冰砖僵尸，冰砖僵尸 VS 冰封酋长僵尸。获胜的是冰砖僵尸，冰砖僵尸 VS 海象僵尸。获胜的是海象僵尸。综合以上测试，除了地懒巨人僵尸以外，最强的僵尸就是海象僵尸了。